底下一个问题是：为幽冥界众生皈依，是否啊需待其请求才做，或可存一片诚心呢，为其皈依即可。最好他找你的时候，你才做。啊，那么这个也是孔夫子所说的“敬归身而远之”。啊，他不找你，我们的回向偈里面都包括了，啊，通通都包括了。他要找你的话，你要特别给他做。啊，不找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回向的是遍法界虚空界，一切罹难众生无私的神明啊，没有人祭祀的无私的神明啊，这个罹难的世间天天都有灾难啊，都有灾难死亡的啊，这些众生我们就总的回想，他找上来的时候你就另外给他立个牌位啊，这样就好。